我叫郑文华，今年35岁，出生在浙江绍兴，在大学学的专业是金融学。我在上学期间比较勤奋好学，所以学习成绩也比较理想。我的大学生活很简单，上课，去图书馆看书，宅在宿舍看电影。到了大四，有很多不错的单位、公司到学校来招聘，准备毕业论文，准备参加各种面试。压力大，时间赶，导致我不能按时休息，整日整夜的奋战准备，忙到偶尔的腰部酸痛都无暇顾及。就这样，从大学校园刚步入社会的我，刚刚工作岗位，一种兴奋劲鼓舞着我比一般人更加努力。工作上的进步可以给我带来信心。查资料，整理数据，归类调查结果，每天忙到凌晨，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日子过得倒也很充实，宿舍看电影。但是伴随着过度充实的日子而来的是脖子酸痛、胀痛、刺痛感，胳膊没劲，手指发麻，肩膀背部也有胀痛感，坐久还会头晕、恶心，颈部疼痛程度时强时弱，并逐渐加剧。用手捏一捏脖子或适当活动能减轻疼痛，活动过度又加重。一开始以为最近加班多坐姿不良，过于劳累，睡眠不足导致的一般颈肩部酸痛，自己又从网上搜了一些缓解疲劳的运动视频来跟着做，疼痛加剧时自己捏捏脖，活动活动肩膀。后来还从网上买了按摩拳击锤来捶背，因为觉得太可爱，加上陪我度过了那么多疼痛的日子，所以至今都没舍得扔。当然最开始我是不知道当时我的这些症状就是轻微的颈椎病，当时症状也跟现在不太一样。后来脖子和肩膀的酸痛、胀痛、刺痛感也一直没好，倒是越来越明显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晚上好不容易忍着脖子酸痛睡觉，一觉醒来会感觉脖子都快断了，白天无法久坐，久坐过去十几分后还会有头晕的感觉，一扭头就感觉痛苦异常，这种痛苦一直持续了2到3个月。检查我害怕得了什么大病，去做了检查，风湿免疫科检查都正常，查过风湿、类风湿全套、免疫全套。主任说做这项检查的重点是看有没有类风湿、强直性脊柱炎、结缔组织病或者一些未分化的结缔组织病。颈椎 X 光显示颈椎曲度变直，无侧弯，也无其他异常，口服副作用太大又不管用。主任说我这是颈椎病，给我开了几盒口服药，有的还是进口货，很贵，有的100多块钱一盒的口服只能用3天，并嘱咐我要忌烟酒、咖啡、浓茶、鱼腥、油腻食物。等口服药拿回来后便开始服用，别排每次就吃12片，吃口服药还没看到作用就把胃给吃坏了，脖子疼痛没远离，半路还杀出各位不不是。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，口服药基本判定无效，也许有些颈椎病病友吃口服药有用，我也弄不清我是怎么回事。密集型针灸只能暂时缓解疼痛，痛后来我接受了密集型针灸调理，那么多长针扎进颈部，那种感觉也是挺爽的。做了几次密集型针灸，感觉颈部疼痛稍微缓解了，可过了2个星期疼痛又回来了，保管效果不大。正如大家读到的，运动锻炼没能让我远离颈椎病，疼痛依旧持续着，无奈之下我去做了保管，但又是缓解一段时间的疼痛后就不管用，用了这么多办法还是没能远离。推拿能缓解疼痛，却治标不治本。有些朋友建议去做推拿、按摩，说它对缓解身体疼痛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就去试试推拿、按摩，疼痛倒是缓解了。后来换了离家近的地方做推拿、按摩。自从换了家后，我觉得我颈肩的疼痛反而加重了。我反映了我的情况，他们说可能是目前的主任手法力道，
并不适合我的症状，会给我换个主任。没等他们给我换主任，我自己就主动放弃了，因为我觉得推拿按摩不会使我的颈椎病康复。有一天，一个同事来电话说，他的一个朋友用了一种外用膏药，是一个老式古方，几个周期后5年多的颈椎病康复了，并给了我老师方式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了老师，我跟他聊了会儿，并反映了自己当时的情况。老师很亲切地帮我分析讲解，通过谈话我了解到，像我这种情况大概只需要2个周期的外用膏贴就能够康复。我从老师那买了2个周期的膏贴，过了2-3天膏贴到了，一到货就马上开始贴了，开始贴就感觉跟普通膏贴不一样，贴膏很厚实，没有传统膏药的那种刺鼻味道，贴上后温温的，非常舒服，每天上班贴着也很方便，别人也闻不到膏药的异味。在用了第5天的时候，持续性疼痛胀痛缓解了不少，到了第15天，颈、肩、背部的肌肉无力、劳累等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了。用完1个周期的膏贴后，颈肩部不再出现酸痛胀痛刺痛感了。在坚持用了1个周期后，颈部之前的不适感都没了。期间老师还分享一个食疗法和缓解颈椎病的自我治疗方法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川芎白芷炖鱼头，川芎15克，白芷15克，用鱼头1个，生姜、葱、盐、料9个适量，川芎白芷分别切片，与洗净的鳙鱼头一起放入锅内，加姜、葱、盐、料酒、水适量，先用无火烧沸后，改用文火炖熟，佐餐食用，每日1次，可驱风散寒，活血通络。一、左顾右盼，上身直立位，双手叉腰，头向左旋转，做8个节拍。二、身颈拔背，两肩放松下垂，同时颈部减量向上伸，四头顶球状，做8个节拍。三、回头望月，半多位，左手放在头后，右手背在腰部，头向后上方旋转，如回头望月状，停顿5秒。四、环绕颈项，头颈放松，缓慢转头，顺时针转与逆时针各转4个节拍。五、按摩颈部，全身放松，将双手除拇指外的其余4指竖置于后颈部2侧，自上而下，自下而上，逐次按摩颈椎2侧肌肉，共8个节拍。需要了解更多关于颈椎的知识，咨询为17154152141。